好，这边我们要讨论的是 SPM Passive，还有我们 substitute U 是 sin power x or otherwise solve the equation。So 这一题呢，其实啊，它有两种方法来做，OK。然后一种呢，就是它教了 substitution，所以这一个是 sin power 2x 乘 sin power 1加9等于 sin power x 乘三 power 三加三 power x，我们知道三 power x 乘三 power 三会是等于三 power x 加三。我们平时是这样做过来，然后在这一边呢，它是倒返回去，所以在这一个时候呢，它这一个其实是三个三 power x 的 square。然后加9等于27个3 power x 加3 power x。So 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它的 let u 等于3 power x 的时候，它会变成 3u square 加9等于27u 加 u。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就有 3u square 减28u 加9等于0。然后开挂弧等于零，u 三 u 九一九减减，so u 减九等于零，u 等于九，三 u 减一等于零，u 等于103。然后我们的 u 是三 power x 吧，九是三 power 二，所以 x 等于二。然后 u 是三 power x 啊，103是三 power 减一，所以 x 等于减一。所以我的 x 等于减一，还有二，这样，OK，好。其实如果我刚刚不要这样做的话呢，OK，我在这边，我的这一个 method two 这边的时候，OK，我在这边，我还有一个 method two，好，这样。So 我们这一个。直接变成那个三个三 power x 的 square 减掉28个三 power x 加九等于零，直接开挂弧，三 power x 三个三 power x 九一九减减等于零，OK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三 power x 减九等于零。三 power x 等于九，等于三 power 二，所以我的 x 等于二，三个三 power x 减一等于零，三 power x 等于103，然后也就是三 power 减一，所以 x 等于减一，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就可以拿到 x 等于减一，x 等于二，好，就是这样，然后接着。By using substitution y 等于二 power x，so 我们知道二 power x 除二 power 二会是等于二 power x 减二，所以这个会变成了二 power 二 x over 二 power 一减掉九个二 power x 除二 power 二。加一等于零，然后在这边的时候，这个二 power x 的 square 两个减掉九个二 power x 加四等于零，我全部一起乘四，OK，就是说我在这边的时候，我这一个乘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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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四越。四二八，没有四二二四，好，所以在这边它要让 y 等于二 power x，so let y 等于二 power x，所以二 y square 减九 y 加四等于零，然后我们这边开挂弧等于零，y 二 y 四一四减减 y 减四等于零，y 等于四，二 y 减一等于零。y 等于一百二，
y 是什么？二 power x， 所以我的二 power x 是二 power 二，所以 x 等于二，二 power x 等于二 power 减一 ，x 等于减一，所以 x 等于减一和二。好，接着他要我们 substitute u 等于二 power z， solve 这个 equation， 所以我这边有二 power z power 二。减三，二 power z 乘二 power 一百二，加四等于零。OK， so 这个时候我 let 那个 u 等于二 power z， 所以我就有 u square 减三 square root 二 u 加四等于零。OK。在这一边呢，我可以用那个 formula， 就是说我的 u 等于减减三 square root 二加减 square root 那个三 square root 二的 square， 然后减四 ac 减四一四，然后 per 二一，然后我会拿到二 square root 二跟 square root 二 ，OK。你在计算机这边直接按这一个东西 polynomial degree 2 e 减三 square root 2，然后是二 square root 2跟二。So 其实我知道它是二 square root 2的时候呢，我在这一边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u square 减三个 square root 2 u 加两个。square root 二的 square 等于零，然后我的四其实是二乘二，然后我把我这个二我 square root 它再 square，OK，、okay, 好，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就有 u 减 square root 二 u 减二 square root 二，所以减一减二减三 square root 二咯。u 减 square root 二等于零 ，u 等于 square root 二 ，u 减二 square root 二等于零 ，u 等于二 square root 二 ，OK， 二是二 power 一，然后我们刚刚 u 是二 power z， 所以二 power z 等于二 power 一百二，所以 z 等于一百二，二 power z 等于二 power 一乘二 power 一百二，等于二 power 一加一百二。二 power 三百二，所以它的 z 等于三百二，所以我的 z 等于一百二还有三百二，好，就是这样，一百二跟三百二，对，其实你直接 sub 回你的 equation， 它是正确的。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有二 power 二乘一百。二，然后减三乘二 ，power 一百二加一百二，再加二 square， 哎，我直接拿到这个等于零，所以它这个是它的 root。同样的，我在这一边我把那个三百二放进去。然后它这一个是三百二加二，然后它也会变成零，嗯，对，好，然后接着第四题这一边 ，by using a suitable substitution or otherwise solve 这一个，我们知道三 power t 乘三 power 二等于三 power t 加二，同样的二 t 加一也是一样的东西了。所以我有三 power 二 t 乘三 power 一加三 power t 乘三 power 二等于这一个乘了再加三三九加一十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全部一起乘三，三这个乘三乘三乘三，三三九，九个三 power t 的 square 加。九二十七个三 power t 等于十，
所以我在这边九个三 power t square 加二十七个三 power t 减十等于零。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这个，我就有三三九，对，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开挂弧等于零，三个三 power t， 三个三 power t， 一十十加十减一，所以我的三个三 power t 减一等于零，三 power t 等于一百三，然后三个三 power t 加十等于零。三 power t 等于减十的三 ，OK， 这一边这一个是三 power 减一，所以 t 等于减一。可是这一边这一个 rejected， 它 no solution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三 power t 是大过零了。三 power t 的 graph 呢是这样，它永远都不会去到零了。OK， 你用 Desmos 来看就非常清楚。三 power t 在这边，三 power x， so 三 power x， 它 graph 是这样，看起来好像到零，可是它永远没有到零了。OK， 这一边它是非常接近零，但是它不会变成零。OK， 好，所以 t 等于减一是它唯一的答案。然后第五题，我们就有三 power x 乘三 power 二，二 y 等于三 power 三，然后我就有三 power x 加四 y 等于三 power 三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二 power x 乘二 power 二减 y 等于二 power 减三。我们在这边我们知道2的家族2是 8,8 是2 power 3，然后180呢其实是102 power 3，也是2 power 减3。 OK， 然后9的家族3927是3 power 3来的，所以我这边我就有2 power x 减2 y 等于2 power 减3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就有 x 加 4y 等于3。 OK， 这个是 equation 1，然后 x 减 2y 等于减 3， x 等于 2y 减3，搬过来，这个是 equation 2。 接着我就可以 sub 我的 equation 2 into equation 1， 2y 减3加 4y 等于3， 6y 等于6，y 等于一，然后我再 sub y 等于一 into equation 2， x 等于二乘一减三等于减一，所以我的 x 等于减一， y 等于一，好，就是这样。